然后吃泡面，那就，就是啊，他们不用看电视，两个人吃，吃泡面，喂他吃，在厨房喂他吃嘛，然后他等下头痛，你要喂他吃，你要把碗拿起来，这样。哎，这个很难比我，没有拿起来比较像啊，拿起来，然后把面夹起来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对，然后再这样做。我假装吹一下。只有啊，也行啊，反正他只是借镜有拍到那个小木头那个动作而已。对。好，直接高二十公分。我们换一边，换到另外一边。啊，好，没事。好，准备，好嘞，三二一，走。这边要沙发吧，这个位置太低了，然后不符合人。有椅子吗？再高一点吗？不符合人体工学。我们过来一点好了。说我吗？对。你要想办法送到他的嘴里啊。我的椅子。握上那句话，我们不是闲着。好，准备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什么金字塔？你下山录音？对啊，你下山录音。哇，鸽子还在。好，可以。好大口。很不贴心的那个。真的。好啊，等一下我就这样啊。你可以认真把人家当做你现在的女朋友嘛，然后认真的对待。可以啊，我有。这好像看护的味道。你还笑什么？智障？还是智障？很不像情侣。还是拿两双筷子这样子，然后都有夹起来那个动作就好了。是坐的姿势吗？还是怎样？就是那感觉不是那种分享。我觉得姿势是一个问题耶。我刚刚一直在想姿势这个问题。对啊，他们做的好像对很不熟、欸。你们很不熟。你们两个做的感觉很不熟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说我们要做开一点，就是让他有那个界限。不，他摄影师会找，他会自己找，他自己找。还是真的是两个人一起拿一双筷子，两个拿两双筷子一起吃。可以啊，你试试看。再拿一双一起吃，做一个一起吃的感觉。就是掺在一起，掺在一起做沙酱牛蛙对不对？主要这样看起来好不熟哦。对啊，很像是那种刚认识，然后我就说很像，他在误会，真的像看路，跟我想象的差很多。等一下，他那个看姿势，那你们听过泡面笑话？好，行，我还没讲你就笑，我已经成功了。真的，我还没讲完就笑。那你讲。那我跟你讲个国字的笑话。就是、对啊，你们碗没有要拿起来？还是有要拿起来？是这样吗？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还是你要不要开始整？对。啊？要近还是要吃？真是的，我没差了。再吃。这样就没有了，反正好吃就可以。明天不能吃，因为镜台可以。这样看得出来他们在干嘛吗？看不出来。对啊。看不出来。这样看不出来。这样呢？可是这样我说坐的姿势啊。你们要瞧一下，都过来一点。哦，转过来。你们互看侧面，你们这样互看。啊，不玩的嘿！不玩的，不是，我说你们的头是这样，对，这样子才拍得到。可是这东西很好吃，对，这东西很好吃啊，对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这样子不是就吃给镜头看吗？会不会太刻意啊？我觉得我知道了啦，你们坐在地板，不是，我觉得互看合理的原因就没有坐在地板合理，因为这是合理的，坐在地板吃。啊，对，我也会坐在地板吃，对我都坐在地板吃，对。不是啊，坐在那边就边打镜头这样子拍照，对，家是合理的啊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家都是坐在地板吃的。那这种不是更看起来像坐给镜头看的？对啊，我就是不要坐给镜头看啊。没有啊，那就一个人坐这嘛，一个人坐这，阳明等于归这，然后面在归这，他坐在这啊。可是不是他就是要坐在这里。